好，大家好，我是 Jonas 年俊，尖叫声在哪里啊？哎呀，这是有新年的气氛呢、啊，有没有？留给你的，特地留给你。我的雨，那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还有祝大家数不尽的微笑。谢谢。是周一梁祖仪哇，每一年新年前都会以这样子的方式见到大家，真的是太开心了。那今天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接下来也会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年。那记得咯，生活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记得一定要保持微笑。好，接下来就有请帅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林伟森。那我就在这里祝大家，提早祝大家了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然后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沈琳，向丽玲。那也是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能够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要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然后再来就是新年快乐。那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微笑，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带给大家欢乐，这样子。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远乔文杰，大家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吃饱了。好，在这边呢，要祝福大家呢，所有的健康财富都属于大家，恭喜恭喜。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谢琼伟，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讲真的，赚再多的钱呢，如果你没有健康，真是很难去享用那个钱嘛，对不对？所以身体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大家好，我是 Jonas 年俊，尖叫声在哪里啊？哎呀，这是有新年的气氛呢、啊，有没有？留给你的，特地留给你的。我就觉得说，新年呢，为什么会开心呢？就是因为如果听到好听的新年歌，买到好看的新年的周边产品的话，就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哎，对，真的没错。所以这样，这是我们发动空间的一系列。我们等你买给我们。没有问题，我买一个给你们，然后你们七个人一起买给我。哎啊，我们把时间交给阿文。是的。你看这八位微笑大使一上到台上就把我这么多的笑声带给我们在场所有的这个朋友啊，真的是非常称职。其实啊，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八位空间这么多艺人啊，为什么选择你们八位担任这个微笑大使？难道我笑得不美吗？哦，没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Raymond 笑得比我美，还有 Orange。应该第一个看的就是外貌吧。比较好笑，大师说的是我们的帅哥，他长得比较好笑，对，大家看了会笑会开心。可是那这个我觉得是Raymond 和 Orange 比较好笑。你犹豫了。Orange 可能，不过老实说，我跟 Orange 就是如果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会很自然就产生很多很奇怪的笑声。对，因为有很多很好笑，然后大家平常的朋友呢，在旁边就觉得，哎，你们到底在笑什么？可是我们就可以笑得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就让我们两个就进入了这个微笑大使的行列。对，而且我们有魔鬼性的笑声嘛。你的笑声是怎样的？一二三。我笑的是笑不出。没有。我还记得我们在录新年歌说，一时老师先说，哎，我们要录笑声。我讲，我笑声是听不到的。Raymond 的笑声应该是蛮像的。很经典呢，他的笑声，我一听就知道是被你们笑。因为笑声也有分很多层次，有时候很高亢，有时候很微笑，就看那个情况发生的有多大，笑声有多大。那现场今天的这个，哇，今天我肯定要尖叫了，来叫一下。你要瞄天麦吗？啊，不用，一个麦可以。来，一二三，就大概是这样。这个我听到很像尖叫吗？对，那你会尖叫？这是看到很多人的笑声。OK， 没有了，不过知道我们其实还有这个比赛，对吗？有一个微笑的自拍照。对，这次呢，我们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笑笑力量大的这个比赛。对，就是这个微笑竞赛嘛，对不对？然后呢，参加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呢，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拍照片啊 ，po 去啊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都可以。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hashtag， 就是 CNY Pink Smiley 就可以了。好，那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呢，大家哦，赶快拿起手机，然后 download TikTok 这个 app， 然后呢，我们呢即将就会上传这个笑笑力量大的歌曲，然后呢你就点击进去了，然后它就会有指示叫你。
笑，然后如果你达到100分的话呢，就有机会得奖啦。是的，那有一个100分的话，有一个那个一个 effect， 然后就告诉你说得奖了啊。是，然后真的是他们的笑的，这两个笑就是我们一看他们讲话就笑。其实还有很多原因的，就是我们两个也有主持 Eureka 呀 ，Data。对呀、啊，我们平常带了很多欢笑给全马的观众呢。是，就是希望呢，跟大家玩游戏的同时呢，真的是激发大家的自知之心，然后呢，真的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的笑出来。是，这就是我们八度空间这一次的新春活动主题所要倡导的。对，那我看了你们一次，他在讲话旁边的很腼腆，有一点点腼腆，一个很甜美，就是 Jordan 和 Emily 哦。其实你们两个笑起来，我是腼腆，他甜美，我是很甜美的。啊，他笑起来很甜美，我笑起来。一直以来都是以甜美见称。对。那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彼此的笑容，所以而给吸引住了呢？这个，我其实有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有觉得他的笑容其实蛮好看的，就是比较阳光的类型的。这样好吗？笑一个给大家看来。哇，好甜美哦。取笑是哦，我知道，因为在某些场合之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偶像的笑，是又会太多，会太少，拿捏的刚刚好，就像我刚才那个笑声这样，一点点把偶像的笑，我知道，明白，笑帅气的笑这样，所以偶像的笑声，它的那个长短要讲拿捏，大概2秒左右就好了，不要太多，两秒一，你可以示范一下吗？那个笑声，一，怎么我看这个有点像。笑容嘛，没有了。40年代，很简单，你喜欢我就喜欢我笑的了。哦，这也是哦，果然在这边一个爱的表白啊。不过，如果呢，女方脾气坏的时候，你怎么去逗对方？我就会这样子，戒掉你的坏脾气。哇，还帮我打歌哎！哦，欣赏你。哦，我还以为你会说笑笑力量大，笑笑力量大，也是一样。对，今天开始，如果你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生气的话，你就唱这个笑笑力量大给他听，他都已经过了，他也会很开心。所以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上传照片，我知道呢，其实情侣也可以上传照片的。对啊，是不是？没错。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八位就是算是特务呢，也有不同的这个竞赛的，除了是观众朋友之外，刚刚我们说有 hashtag #CLYKissSmiling 嘛，然后呢，那张照片呢，如果你再多加一个 hashtag， 就是 hashtag， 比如说 JordanKissSmiling， 然后你就是我的组员。对，就是你要，或者是你就只需要记得 JordanKissSmiling 就好了。这样子，然后那种91KissSmiling 这些你就算了 ，Orange 这些就。其他的就算了，你可以忘记他的名字，你们就记得 hashtag Emily keep smiling 就可以了。结果这个也是有的嘞，没有啊，你们没有，我们两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是我们八个人要有一个竞赛，是不是？看谁的这个 hashtag 最多，对，看谁的 hashtag 最多。对呀，所以说情侣也可以参加，那如果两个一起参加怎么样？Jordan and Emily keep smiling， 所以你以为现在全场只有你们两对情侣？没有啦，其实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你不要跟我讲你跟 Raymond 是一对，他跟 Raymond 是一对，我们是 partner 好朋友嘛，也是一对嘛，对啊，是一对情侣，他们一起合作那个专业嘛。不过情侣的话，除了我们刚才就 Emily 啊，还有这个那做我们现在还有 Wilson 和 Sherlyn 的，我们看到 Wilson 和 Sherlyn 其实哈，我们每一年新年都有一系列的这个造势活动啊，但今年是你们第一次成为微笑大使，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感受吗？当然是特别的开心，可以加入这个 A Body 的大家庭。然后我也觉得能够成为这个微笑大使，对我来说是非常是有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就是多点微笑吧，把正能量散发给大家嘛。所以我希望就是有八位铁大使的这一个力量，能传染到身边的人，带到更多的欢乐给大家。所以呢，我也很期待接下来的一系列宣传，能够跟大家见面的。对。那为什么？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啦，就有人发觉哦，我的笑哦，跟他们一样的腼腆啦，可爱哦。对，是。你是酷酷的笑容，酷酷的笑容。是。示范一个，怎么了？没有了，我是绝对是一个谐星，不舒服。我是偶像啊，所以谐星这个路上不适合我。我是觉得能够加入 A Body 真的是一个荣幸来的，因为我觉得A Body 他有身负重任啊，因为明年我们鼠年嘛，我们需要化成这个微笑大使，传播这个笑容给身边的朋友，所以这个任务真的很难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前辈啊一定要多多关照啊。谁啊？哇，你讲了最大的前辈，最老的表友的人呢？是啊，前辈是叔嘛。
最高是你啊，这四个男生里面。是是，最高是他，可是最老是我，都不用讲。就资历啦，资历最老，是资深。不过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八个人去活动嘛。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行程会出席的？就比方说我们会去到我们有进场的造势活动，我们当然也是会来到这个Central ICD， 然后我们会去到怡保、马六甲还有柔佛。那今年呢也加了一场特别场在云顶，所以我们还可以去到云顶跟大家见面的。对，到时候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啦。对。